个广告啊，有个推广的连接吗？大家好，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像啊，我的这个亚洲的同事也没办法来跟我连上话。当时我们新闻总是发生在这个我们交接班的时候，这个非常的奇怪。就是刚刚这个法国方面的消息、德国方面的消息显示出来，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啊，这个孟宏伟先生啊，他的妻子啊，在法国的里昂啊，向法国的警方报案，他的先生回到中国去以后突然失踪。非常感谢孟宏伟先生的这个妻子啊，让我们证实了一个我们最近几天正在追查的这个消息，查证的消息。事实上，这个事情比较正式的是发生在前天晚上，曾经担任过公安部的副部长，现在是担任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轮值主席啊，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会进行选举，由这个一些这个理事国啊，能够被有机会来聘请出来。那么孟宏伟在早几年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选举中间呢，他高票当选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那么他当选主席以后，国际刑警组织被国际舆论民间电视也多次做节目来点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表面上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一个名字，是因为它经常可以呢代表很多的国家的这个警察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这个红色的这个通报。那么这个红色的通报呢，在中国把它提升为叫全球通缉令，红色通缉令，好像你被上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你就会好像是这个全球都会追着你。其实根据我们后来的这个几次讨论会，我们请教很多的专家，显示出来呢，国际刑警组织只是一个呢协会性质的这样一个民间的组织，并不具有真正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功能。那么他所谓的这个通报就是用这个这个会员国付一些钱就可以交给这个刑警组织然后呢通过刑警组织的名义呢就发布给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警察，会员国的警察。那么这个警察拿着这个红色通知以后呢，他会对这个里面的相关人员给予特别的注意。但是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它的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那么呢，这个各个国家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通知的使用的情况也不一样，很多国家就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知当一回事，因为呢，有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没有法治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常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所谓的红色通缉令。他们把它夸张为红色通缉令，现在当然开始改名字了，就是叫红色通知滥用这么一个组织，对中国的公民就是任意的恐吓你看国际刑警组织把你通缉了，进行这么一段行动。那么民进电视在过去一年多长期追踪报道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就比较少的利用了国际刑警组织这个系统来这个通缉人员。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滥用这个在孟宏伟任主席期间这个特别的滥用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这个里面呢，涉及到很多的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的交易，也就是说谁上红色通缉令谁不上红色通缉令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讲究。根据我们在这个中共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里面所公布的这些红色通缉令的这些名单，我们发现真正逃亡的真正涉及到更严重罪行的，可能涉及到您的罪行的，并不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而在红色通缉令上的很多的名单是一些民营企业家，
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这个官员，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啊，有很多的蹊跷。那么今天啊，这个我因为时间紧急，这个话题呢就是暂时停止，就是讲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要强调的是，前天晚上啊，就是孟宏伟啊，作为一个，因为他虽然是担任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那么但是他是代表中国的警方去担任的，那么实际上他在公安部仍然是享受一个副部级，甚至比副部级还要高一点的啊这么一个啊这个待遇，那么他授予这个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前天晚上啊，孟宏伟先生和另外一位啊这个副部级甚至是正部级的高官啊，被这个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啊这个宣布啊对他这个进行调查。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啊公布了这个消息。那么呢，另外一位啊这个原因呢，在公安部啊担任这个副部长的官员的名字，我暂时先不这个披露啊，因为我们需要有更严格的啊这个查证啊。那么中共的这个公安部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刀把子啊，一个是枪杆子啊，就是讲军的，一个叫笔杆子，就是讲宣传意识形态。但是相比这个枪杆子和笔杆子平时要对人们生活影响或者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权力运动中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啊刀把子。所以无论是在毛泽东时候，还是在邓小平时代，还是在江泽民时代啊，那么都会出现呢在公安部长啊的这个任命，或者是公安部内部所发生的冲突啊，是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话题。在文革的时候，有公安部长啊这个神秘死亡，有人说他是自杀，有人说他是谋杀。那么我曾经也访问过啊公安部的首任部长啊这个罗玉清大将的公子啊这个罗宇啊先生啊，他跟我批了过很，在民进历史上面批了过很多啊这个公安部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啊，到了这个也对公安部呢进行了这个清洗。那个时候呢啊这个有一个目标啊，似乎呢是跟周永康有关，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清洗周永康在公安系统的这个势力，就成为了啊这个公安部的当时候的内部权力斗争的主线。但是政治权力斗争是非常奇怪的，很多的反腐败的人，很多的这个抓捕别人的人，实际上自己的犯罪行为，自己的滥用权力的行为，实际上比被抓的还要严重。我们报道了很多周永康的辅助会为，他的贪污腐化，但是随着我们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公安部很多系统的人还反映，相比啊后来的一些政法系统的这个领导，周永康时期似乎对公安部还不错，似乎在公安部胡来的程度还没有后来清查周永康的人要严重，反而后来有一些人利用了清查周永康的势力，在公安系统，在政法系统啊排斥自己的人马，而且实际的这个腐败的情况，滥用权力的情况比周永康还要严重。这就引起了习近平特别的这个警觉啊。那么19大以后，公安部进行了大换班，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成为了新的公安部长，原来的公安部长葛生坤啊升为政法委书记。与此同时，公安部的啊几位啊特别资深的这个公安部的部长或者副部长，有的是调离了，比如说原来负责国保的，由一位陈庆副部长调到了这个啊这个国际反恐啊这个反恐办公室的一个主任。有的人啊就是名义上升官了啊，那么成为了这个一些正部级的这个干部啊，一个是这个一个傅政华啊成为司法部的啊这个部长，一位这个黄明
成为了这个应急紧急应急这么一个新设立的一个部委的一个这个党组书记，那么把他们就是名义上升到更高的这个权位，那么一方面可能是方便对他们的一种调查和了解，另一方面呢，暂时也安抚他们不要在公安部再继续的插手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最近又有一位就是在四川成长起来，后来成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四俊，调到了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那么这样一等调动，跟黄明和这个胡正华的调动也差不多就是一方面要强化公安系统在这个统战部的这么一等力量，因为统战部管民政工作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把四镇调离公安部，让公安部腾出更多的位置出来让他呢这样一个跟周永康或者是跟其他的政法委员的领导有渊源的人跟他切割就到了，所以他叫在权力运作来讲，有些人调离和调升只是为了清查的问题做出这个准备。那么在很多次的这个我的点点金的事的节目中间，我也点到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所进行的全国性的这个打击这个黑社会的活动，实际上黑社会还没有抓几个了，但是各地的公安厅的这个领导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抓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甚至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的党委书记，今年在调到这个江西省人大当这个副主任的这么一个公安的系统的一个老将在早一段时间突然在得到自己面临被调查的消息的情况，自己开着汽车撞上在高速公路上面，在南昌撞上一辆这个货车，然后当场自杀身亡。那么对这个情况，公安系统还是非常的这个保密那么公安系统现在召开制是一个政治任命他来自于这个山东，曾山东副省长，后来到江苏当常务副省长，后来就到贵州成为省长成为栗战书的一个副手，后来在栗战书的安排之下，又到了这个河北省当省委书记。那么他对公安系统是比较的不熟悉不了解，但是他在政治上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同时呢这个习近平最信任的，在福州工作期间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非常信服的在非常信任的一个亲信就是这个王晓红先生。那么他从这个北京市的公安局长任上升入为这个公安部主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一般的常务副部长就是这个代表部长部长不在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他就是一个日常事务的官员，但是王晓红的这个角色特别强调是主管日常事务的这个公安部部长，也就是明确出来公安部的日常的业务工作基本上就是王晓红负责了。那么在王晓红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公安系统的人员，几十年来他的从政生涯从这个福州那么这个到这个郑州，河南的郑州，到这个北京，他已经是非历练的历练成为就是说业务能力非常的强。那么他最近除了就是把一些公安系统的人员进行这个职务调整，对权力系统的这个运作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比较渐进式的调整，比如说在过去很长时间出了很多纰漏的，造了制造了很多问题的这个国保系统，现在已经呢进行这个调整，国保公安部国内政治部的这个国内政治保卫的这个。叫国保局的局长由王晓红
从一个原来在北京被傅政华所排挤的啊，那么后来被王晓红看中的啊，来自于基层的什么朝阳公安局啊，后来的公安啊，北京市公安局当副局长，也担任过北京市政会委副书记的啊，这个一位人士成为了这个公安部的国保啊局的局长啊，那么相继的这个人事的调整啊，相继的人事调查就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孟宏伟啊，从这个法国啊，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是在法国的里昂啊，回到中国以后就开始问话调查。最开始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所以呢，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一个主席夫人呢，在法国还没有察觉到异样。到了前天晚上，孟宏伟就比较正式的啊被宣布调查了啊，而且还有六位的啊高级官员，所以呢就出现了今天的这么一幕啊，就是他的夫人在法国报警啊。我觉得这位夫人还是很勇敢的，能够把这个情况及时披露啊，让我们得到啊消息的这个证实。但是这个啊公安系统的大地震又会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清洗，这等清洗当然有利于王晓红在公安部巩固权力，也就是更有利于啊这个保护习近平的啊他的政令在政法系统能够得到这个啊执行。那么今天民进电视还会有更多的节目，还会有更多的内容来披露啊这一次的这个啊这个大清洗啊，一个这样一个在国际上有声望的这么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哈，突然在中国就不见了啊，非常的好玩。但这个案例也可以发现啊，一方面发现啊这个中共的刀把子这么一个系统啊，一个在国际上有脸面的这么一个刑警主席啊，都会叫他失踪，可见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严重性啊，也是可笑性啊。另一方面呢，这个事情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啊这个权力的斗争、权力的演变，还有可能有更高的官员会被清查。今天我就先联系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非常紧急啊，我们的这个亚洲的同事也很辛苦，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啊，纽约的同事、美洲的同事开始接班，所以呢美洲的同事将会有更多的这个报道给大家，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孟宏伟为何被查，明镜电视一年多前就披露。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报案称，丈夫9月29日返回中国后下落不明。孟的妻子说自己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他在何处。目前孟宏伟的妻子和孩子住在里昂。法国警方10月5日表示，孟宏伟的失踪敏感而且重要，会立案调查。消息爆出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该组织目前还没有回复明镜记者的采访。不过在一份声明中，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得知了此事，称此事由法国、中国相关部门处理。针对孟宏伟在中国期间的行程以及他妻子为何现在才报案，国际刑警组织目前没有给出更多信息。随后，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称，孟宏伟正在中国国内接受调查。消息称，孟宏伟上周乘飞机返回中国时，一落地即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但现在不知道孟宏伟被调查的原因以及他人被关在何处。美联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际刑警组织官员称，孟宏伟确实抵达了北京，目前调查正在进行。在5日的明镜连线中，明镜电视新闻观察员何平指出，孟宏伟在职期间涉及滥用红色通缉令的使用权，
孟宏伟和另外一位政法系统的高官前晚被中纪委调查，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消息。有网民质疑，一个星期杳无音信，他的妻子应该向中国公安部询问吧？怎么会向法国报警？这不符合常理啊！也有网民分析认为，孟宏伟的妻子把丈夫失联消息捅出去，打破了潜规则，应该是一次有准备的自救预案。美国外交关系研究所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 Elizabeth Economy 则在推文中表示，孟宏伟要是在海外消失，他会更担心。2016年11月，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期四年。他也是国际刑警组织自成立以来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席。孟的当选引发舆论对国际组织公正性的质疑和担忧。有报道披露，孟宏伟的这个主席是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买来的。早在2004年4月就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今年4月被免去公安部党委委员的头衔，曾引发外界关注。当时有分析认为，孟宏伟的仕途可能不妙。在公安部官网上的重要活动和讲话中，有关孟宏伟的最新的信息发布日期是8月28日，内容是孟宏伟在8月23日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内政部第二常任秘书黎忠汉。孟宏伟去年12月还被免去2012年3月兼任的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不过因为1953年出生的孟宏伟2018年时已经年满65岁，也到了退休年龄，所以陆续卸掉官职也属于正常，当时也没有引发过多猜测。不过早在2017年5月9日，和平就在点点今天事中指出，孟宏伟已经被有关方面调查，前景不妙。2004年8月起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曾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和谴责。这些组织担忧孟宏伟作为广泛侵害人权的中国政府的高官，会令国际刑警组织成为在全球通缉和抓捕中国意见人士和政治难民的工具。孟宏伟自2004年开始长期任公安部副部长，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不少交集。周永康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2003年3月兼任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后，孟宏伟在第二年被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成为周的副手之一。孟宏伟一度炙手可热，在公安部排在第三位，虽是副部长，但也是正部级。在公安部期间，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国家反恐办主任。孟宏伟也是老公安，1972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与其他几位副部长相比，孟宏伟可算是个神秘人物，无论是其个人经历还是较具体的工作经历，在网上都无法查到。根据他的官方简历可以断定，1972年参加工作应该指的是他插队落户的时间。后来在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或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众所周知，同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李克强从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书记，从而踏上仕途快车道。但孟宏伟从北大毕业后是如何踏上仕途的，外界却不得而知。他的个人简历也没有提到是何时进入公安部的，只写着后来进入公安部。十八大后至今，公安部持续清洗周永康余毒。目前当局已拿下了包括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元、重庆市公安局长何庭等多名高官，还罢免了公安部副部长陈志敏，调离了傅政华、黄明、世俊等多名副部长。去年十九大上，郭声琨升任政法委书记后，其公安部长的空缺被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接替。赵克志上任后多次在批周永康，要求公安部继续清洗周永康的余毒。至此，在公安部高层中，包括公安部长赵克志、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晓红、副部长孟庆峰、
许甘露及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邓卫平等人都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尤其是常务副部长王晓红，那更是习近平用心栽培的习家军。外界预计，公安部高层经过这几番调整，随着习近平的人马大局入驻，对公安部的清洗还会持续下去。关于更多孟宏伟的报道和采访连线，请锁定明镜电视。以上是豆豆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欢迎收看《明镜焦点》。彭斯向北京最后通牒：中美新冷战时代到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日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说，他语气强硬，在反思过去美国过于相信中国，给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机会壮大经济后，对中国在宗教迫害、人权侵害、外交胁迫、军事扩张、经济间谍和知识产权等方面问题予以了一一揭露和批判。彭斯说，前任美国政府忽略中国的这些行动，那样的日子结束了。美国在川普总统带领下将建立最强军队，保持军力绝对优势，也将对互联网安全采取行动，并继续以关税为杠杆，会继续增加更多关税，直到美中之间有公平的贸易协议。他说，过去1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全因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就像川普总统本周所说的，我们在过去25年间重建了中国。彭斯说，中国政府如今口头仍说改革开放，但邓小平这一著名的政策如今已成空话。如今，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着眼于控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90%，包括机器人、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而为达成此目标，北京只是其政府部门和企业动用一切手段去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彭斯说，如今中国政府要求众多美国企业若想在华发展业务，必须上交商业机密，同时也通过收购并购美国企业来获取这些企业的新创产品。最严重的是，中国的情报机关策划大批窃取美国科技，包括最尖端的军事蓝图。中共运用偷来的技术，正在大范围内化离为鉴。彭斯说，自美中贸易战以来，因为川普政府的一连串行动，中国股市遭到严重下挫。尽管川普总统明确表明，美方并不希望中国市场崩盘，希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是想要美中贸易能实现公平，但中国领导人拒绝回应此要求，试图在美国民众面前贬损川普和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还列举《中国日报》在美国驻华大使故乡爱荷华州地方报纸购买四页广告，刊登看上去像新闻的内容，诋毁川普政府和对华贸易政策，并干预美国大选。他还说，美国情报界已确认中方锁定美国某些州与地方政府以及官员，利用他们造成联邦与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彭斯还提及，中方利用债务外交扩大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对亚洲、非洲、欧洲、拉美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都不透明，并以贷款为由拓展其全球军事存在。他说，中国如今的军费高过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总和，想把美国影响力从亚洲赶出去，但他们一定会失败。对中国近来迫使3个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彭斯也予以谴责。彭斯还对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迫害予以批评。他说，中国政府对本国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信徒的迫害不断增强，如今更是与梵蒂冈谈判，要把影响力扩大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甄选中。他说，中国政府也压制迫害藏传佛教徒，在藏区有大批的藏传佛教徒自焚抗议，而在新疆，中国政府把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彭斯还提到，遍布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他说，这些组织是中国政府对美国院校和学术自由的渗透，这些组织充当中国政府眼线，向各地中领馆告密。
他举例去年中国留学生杨淑平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称美国的空气鲜甜，随后遭到网络暴力，在中国的家人也被骚扰威胁，指出中国对美国校园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控制手段。彭斯说，如今很多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如果所做研究及言论中国政府不喜欢，去中国的签证将会被拒发。他表示，哈德逊研究所对此深有感触，每次邀请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演讲者，网站就会遭到攻击。他呼吁美国的大学智库以及学者要拒绝来自中国政府的快钱。分析普遍认为，彭斯这次演讲正式宣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大转变。实际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美国高官最近在各自发表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对中国战略的转变。对于资深情报官员来说，这一再的聚焦令人想起持续了超过40年的冷战。正如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副局长贾斯廷普尔所说，这是一种旧时代的重新唤醒。川普9月26日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指责中国试图影响即将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但没有提供细节。这番言论呼应了川普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一天前在南卡罗来纳州城堡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的主题。科茨在讲话中严厉指责中国干预美国的心脏地带。科茨说，中国还把矛头指向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及官员，他正试图利用联邦和地方在政策上的分歧，并且利用投资和其他刺激措施扩大其影响力。中情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9月24日在路易斯维尔大学发表演讲时，也谈到了与敌对国家重新开始的对抗，这是他自今年5月担任局长以来首次公开发表评论。报道称，情报官员关于中国有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大国的公开言论越来越直言不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7月中旬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和最重大的威胁。报道称，至少有一名中情局官员公开表示赞同，称中国在多个方面对美国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945年至1990年与苏联集团的冷战。中央情报局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主任迈克尔·柯林斯说，他们对我们发动的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冷战，一场不像是我们在冷战期间所看到的那样的冷战，而是一场定义意义上的冷战，一个国家利用一切权力渠道，合法和非法的，公共和私人的，经济的，军事的，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破坏其对手相对于自身的地位。随着中美博弈正扩大至军事层面，有专家认为，美国正不断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挑战中国，中长期来说，双方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香港军事评论员宋中平4日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尽管最近中美军舰曾在南海对峙，短期来看不会擦枪走火或爆发军事冲突，但中长期考虑的话，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包括美国持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他说，南海和台湾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出现重大的战略对撞，这是中国无法妥协的，也不可能让步。而如果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挑衅，步步紧逼，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韦恩4日对美国之音说，有迹象显示美中有各走各路的意图。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不久前在华府智库表示，美中两国的相处让双方越来越不舒服，美国确实有人提出两国应该分开，有意识的分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地方考察时重提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口号。分析认为，习近平这番话传递重要的政治信息，展示对贸易战的强硬态度，代表北京宁愿失去出口和就业机会，也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等可能导致与美国、欧洲等贸易伙伴冲突加剧的产业政策。曾经负责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研究的包世可说，中国一直对美国抱有冷战思维，美中从未同心同德。与以往不同的是，习近平现在是直接挑战，而川普是直接应战。
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全面调整，尤其是中美军舰在南海的摩擦，环球时报的社评指出，美国必须对这种挑衅活动进行克制，否则中方的反制行动必将随之升级。评论称，美方需要清楚，长期挑衅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他不可能形成收益。这些挑衅将不断刺激中国关于加快建构战略反制力必要性的觉醒，而中国这方面的能力迄今显然没有被充分的调动起来，而一旦中国在这些重要方向上发力，很容易增加让美国真正感到不安的力量。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明镜焦点，感谢收看明镜电视。铅笔尖大小的间谍微芯片，中国遥控美国军事信息遭截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彭博社四号的报道指出，中国军队情报部门在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硬件公司超微电脑所生产的设备当中植入了间谍微芯片，包括一家大型银行和多家美国政府承包商以及苹果、亚马逊在内的30多家科技巨头都在使用这些设备。报道称，这些被中方植入的微型芯片是目前已知的对美国最重大的技术供应链的攻击，而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美国商业、政府以及军事情报和数据。美国官员证实，骇客的目标是挖掘敏感公司的交易机密以及政府承包商电脑网络所储存的国家安全资料。彭博社引述了几十位不具名的美国情报界和科技界的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发生在2015年的黑客攻击，并认为中国解放军的一个情报部门应该对此负责。据熟知调查情况的数名美国官员表示，入侵行动是来自中国解放军在服务器制造过程当中植入的微芯片。美方追踪这些芯片，一路追查到了为超微电脑公司生产主机板的数家转包工厂。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超微电脑创立于1993年，和中国承包商合作密切。2015年时已经在全球100个国家拥有逾900家客户，成为入侵大量敏感目标的管道。彭博社的报道指出，这家公司也为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中心、中情局的无人机行动以及海军战舰的网络系统生产设备。不过该公司否认自己的产品被中国偷植入了微芯片。早在美国企业发现骇客攻击的证据前，美国官员2014年上半年向白宫报告，调查发现中国军方准备在超微电脑销往美国的主机板上插入芯片。亚马逊2015年无意间发现服务器遭害，代表亚马逊进行测试的人员发现一片极小的微芯片，比一粒谷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并非服务器原始设计的一部分。亚马逊的网络安全团队还发现，旗下云端服务平台亚马逊网络服务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主机板遭改装。苹果公司同年也在公司的网络内发现了被人加装的芯片。彭博社的相关报道提及，亚马逊公司曾对超微电脑为该公司生产的设备进行了安全评估，发现了这些微芯片的存在，于是通报美国当局。不过亚马逊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说，该公司从未在任何亚马逊系统中使用的超微电脑提供的模板当中发现任何同改装硬件和恶意芯片有关的问题。苹果也表示从未发现恶意芯片硬件被动手脚，或者任何服务器被刻意植入漏洞的情况。在接受 CNBC 的评论时，苹果重申强烈地否认该报道，称这是一起一次性的被认定是偶然的，而不是针对苹果的有针对性的攻击。不过苹果于2016年主动取消了和超微的合同。不难看出，彭博社的报道和亚马逊的声明有矛盾之处，具体情况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披露。彭博社对自己的报道信心满满，表示该采访历时一年多，进行逾百次的访问，共有17人证实超微电脑的硬件被人动手脚，另有其他地方也遭到攻击。报道说，在超微电脑服务器中发现的芯片
被连接到基板管理控制器上，可以让骇客从远端登录服务器，甚至是以宕机或关机的服务器。熟知美国政府调查进展的消息人士表示，超微电脑硬体所遭到的攻击情况显示，中国政府允许间谍渗透位于其本土的工厂，改装输往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电脑硬件。彭博社的报道指出，这种手法难度高且大胆，而且被偷植的微芯片只有铅笔尖那么大小，因为几乎不会有公司可以做到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检查电脑硬件是否被动过手脚。独立调查员表示说，他们在长期观察当中发现，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不是立马地窃取用户的数据或者盗取美国公司的资料，而是为了提供一个长期的访问对服务器和数据的能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在英国吼叫打人的央视女记者获大使馆和央视力挺。在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一名中国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一场有关香港问题的研讨会上与在场人士发生言语冲突，并动手打人，被警方逮捕。事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和中央电视台都发表声明抗议。与会的包括来自香港的李柱铭、戴耀廷和罗冠聪等。会议组织者发布的现场录像显示，当一名华人工作人员礼貌地请这位女记者离场时，该女士不断高声叫嚷，并骂工作人员是香港傀儡。BBC 的报道说，在劝离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手接触到了该女士的风衣，她马上大喊“放开我”，并使劲打工作人员的手臂。旁边一位英国与会者制止其继续打人时，该女士大喊：“你没有权利，英国没有民主，我是这里的记者。”她还强调：“我有抗议的权利。”该女士当时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后来被保安人员带离会场，并被警方逮捕。英国商业内幕形容事件是保守党大会的又一次保安纰漏。早前保守党部分党员的电邮资料由于网上保密疏漏而外泄。报道引述在场人士指出，尽管保守党大会发生了保安泄密事件，但这次事件显示当局仍未吸取教训，对入侵者的反应实在太慢。伯明翰警方一日也发表声明说，昨天下午2:30，警方接到报警，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场关于香港的讨论会期间爆发冲突。一名居住在伦敦 King's Cross 的48岁女子因涉嫌普通袭击罪而被捕，她仍被警方拘留。中央电视台当天也证实，涉事女子是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专家指出，中央电视台已经远不是一个普通官媒，其位置等同于广电总局，是中国大外宣的计划的核心部分。现任央视台长就是中宣部副部长。专家指出，央视驻外记者绝非普通记者。9月30日，在伯明翰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与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香港问题的研讨会，主题是对香港自由、法治和自治的侵蚀。会议由保守党议员布鲁斯主持，出席者除保守党人士外，还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等。香港监察会后发表声明说，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致辞说，我是亲中国的，不是反中国的，我希望中国和中国人民成功，我批评中国当前的政府以及他对待人民的方式，但我支持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的人民，我相信香港的成功符合中国和英国的共同利益，所以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对中国和英国都有好处。话音刚落，一位持大会记者证的中国女士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对罗杰斯尖叫：“你撒谎，你反华，你想分裂中国，你连中国人都不是，其他人都是汉奸。”声明说，主持会议的布鲁斯议员请他离场，但他继续尖叫。当一位工作人员请他离场时，他打了他2巴掌。该女士被保安带离会场后被警方逮捕。虽然大闹会场并有打人行为，但中国驻英大使馆却发表措施
持强硬的声明，力挺打人记者。10月1日，中国驻英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表答记者问，先是批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为反华分裂势力张目，并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声明然后说，英国一贯标榜言论自由，但当中国记者在大会上提问表达观点时，却遭到百般阻挠甚至人身侵犯，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插手香港事务，要求会议组织者向中国记者道歉。BBC 的报道指出，中央电视台同日也在其英文网站上发表英文新闻稿，说中央电视台强烈反对英国在一场有关香港的活动中侵犯其记者的权利，并要求道歉。央视证实，涉事女子是央视记者孔琳琳。新闻稿说，央视记者孔琳琳提问并表达观点时受到阻止，并受到人身侵犯。央视发言人说，这起侵权事件发生在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是不可接受的。央视发言人除要求会议组织者道歉外，还要求英国警方保护他的合法权利。针对中国大使馆的声明，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说，看看活动现场的录像就知道中国大使馆的声明是多么荒唐。会场内80多名目击者看到这位中国记者两次掌掴我们的志愿者，录像还显示他之后又打了他，他应该立刻道歉。中国政府应该收回他们的声明。评论中国官媒记者的打人行为时，罗杰斯说，这是不是中国在其国境之外的侵犯和欺负行为日益增长的一个表现呢？他说，我们呼吁英国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此事，清楚地告知他们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如果他们如此行事，将来在政党会议上对中国官员的认证就应该严格审核并加以限制。另据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通报，在中国驻英使馆的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英国警方在短时间内释放了孔琳琳。律师明确表示，孔琳琳是无指控释放，其行为是正常履职，会议组织方举止失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向孔琳琳致以慰问。央视发言人还指出，任何鼓吹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和徒劳的。该台同时要求英国方面切实采取措施，保障央视记者权益，确保不再发生此类荒唐事件。以上是栗子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